大家好，我是罗斯，今天欢迎回来继续进行我们这个 CM 模式啊。那上次的话，我说我要这个吃那个辣椒嘛，我们先延到下一期嘛。我现在感冒，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情啊。那如果这支影片突破500个喜欢，我就吃 wasabi， 每失误一次，我吃一次 wasabi， 这样好不好？这样你们开不开心？我现在这个情况下吃这个 wasabi， 我怕我会死在地上啊，所以我这边。先放放。好，那我们今天的话要来对决是我们这个洛杉矶湖人队啊的西区的第五名啊。但整体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战绩说起来差不多啊，但是可能整体的这个阵容来说的话，还是这个洛杉矶湖人队还比较屌一点。好了，那我们这影片的话就即将开始咯。好，现在来到球场上面，那我们这边的话对位的是 Evan Brandley 啊，这球员就还好啦，就不用那么害怕了，对不对？想换跳投是不是？哎，超级到，好挡拆。手挤那可以，篮板抓下，哇，好球！可以可以可以，有人帮我补防到，好，来来来来来来，哎，你怎么被一个 Evan Brandley 给挡住？你干嘛？你堂堂 DeAndre Ayton 被他妈的 Evan Brandley 挡住，你这样对吗？那么球给你啊，不进你会进啊？哎，在这边是，我看啊，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想到他们连这个篮板都拿不下来。哎，防守篮板不是很容易拿吗？来切入，拉回来，进去面，好球！这个勾手，好来看 KCP， 加个挡拆，走很紧，篮板给我，篮板给我，啊，这篮板，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没有人抢篮板呢，这样不可帮我下挡拆，有了有了，切入切入，干！好哇，那应该直接传球对不对？我不应该直接空中传，干啥呢？好来看 Evan Brandley， 这个进去面，打 Rosarich， 你不要那么火爆。不要那么火爆，你防一下好不好？我跟你用那个半场压迫，你就给我占那么大的空档。猜，有啊，吼！太神啦，飞天企鹅、啊。为什么飞天企鹅我也不知道。挡拆，帮我守一下，给我切进去。好球 ，Aton 进去干他！太神啦 ，Aton！ 哇，我原本以为那球会被那个 Howard 给锁下来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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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是把他抓回来。好，一个中距离跳投，这球守到，干！我怎么可能篮板抢得过 AD 呢？是不是？好，切入，水啊！嘿，干嘛？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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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我想他怎么用那种超级无敌鬼的姿势干啥呢？好，你看 Joel McKee 要进去里面，手很紧，这边要了犯规，还可以，还可以。然后过来对我外线三分球 ，Hamaski 三分球，没进。Hamaski 我对他印象就是一个延展式后卫啊，他如果这三分球都不进的话，那我没办法，完蛋。我贴到顶哦，我贴到顶哦，你们再抢不下篮板，我也没办法了啦。不是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会守我对位的那个人。你们不守那个人，我也没办法。让我切进去，可以可以可以。好 ，LeBron 面对 Michael Bridge， 这边 Morris， 哇，你们不要再放空档了，我求求你们好不好？你到底是怎样啊？没跟我爆气是不是啊？天路，进去里面，给外线，佩顿，太神啦，佩顿，我到底怎么玩这游戏？我要转队了啦，干，我受不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好，直接屌切，哇！紫狐一样的防守啊，好牛逼啊！底角底角底角 ，Michael Bridge， 怎么会是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没有一个人要好好打球呢，没有一个人进任何一颗球呢，我好难过。切入，可以了吧？你们不能怪我失误多啊，我已经做到我该做的最好的情况了。守一下哦！看我真的是跟一个低能球队在打球呢。我今天已经对他们很仁慈了，你知道吗？我也没有怎么样啊。他们就各种那边给我乱搞。超杰，找到。好，外线 Morris 三分球出手，打篮板。铁路，让我切进去！犯规，爽啊！刺啊！库兹马，给我滚下去！LeBron 下个挡拆，一个三分球直接拔起来，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好，拿下篮板。好了，不让切入进去面。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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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还被要犯规。还被 N1 shit！ 我觉得这个他尽力了，他真的尽力了。
天啊，我都不太敢让他们在外面投三分球啊，真的就没必要，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大概跟我早上起来尿尿不开叉一个情况，还要再困难，你知道吗？我的三分球直接干开干了，啊，这边自招，幸好这边弹，差点被弹进去。好了，目前的话25-21，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来看一下 Danny Green， Danny Green 来对位的话就还好啊。哇 ，LeBron 从头到尾都在场上哎，他不给我活路的。Danny Green 什么球出手，这球进，哎呀，盛唐射手啊，有空档出去，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问你，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跳一下，然后手就碰一下球，然后不把球抓起来是怎样？不让他切进来了。哎呀，这个三分球又来，哇哇！如果现实 Danny Green 射成这个样子的话，他还会被交易吗？不可能的吧？进去开罐。哎呀，是个犯规！我说的交易是指他最近都说自己有可能会被交易啊。我说的交易是指这个啊，啊没办法嘛，谁叫大家会放大解释 Danny Green 的效用嘛，对不对？他可能在外线跑来跑去，空档就出手三分球，虽然没有进，其实我觉得他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那个效果。哎，哇，鬼子上篮，哎，是叫个犯规。好了，现在来到第二。好，现在来到第二节的4:08。我跟你讲，我们输给乱进湖人队没什么可耻的 啊，但是他们如果这样搞我的话，我也没办法。哎，靠腰嘞，吓死我！靠 bridge， 你举面要犯规，臭乞丐，太神啦！每一球都能往你身上靠，看你能拿我怎么样？我要让世人见识我的锁防技巧！哇哇哇！我再会锁也没屌用啊！哎，闯过，可以。哇，背的比这个可以漂亮。我现在基本上只能信 DeAndre Ayton 啦。啊，除此之外的人我基本上都不太能相信啦。他们都不都在冲他脚。我空间终结者点到纸牌跟没有一样的嘛。看你哪嘞，卡梅斯基你他妈给我动起来哦。哦，每上必犯欸，每次一起来就犯规，每次一起来就犯规。哇。切入。可以。好球。助攻绝对不能少啊。这个提示，这个提示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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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哇，他刚刚那个图示突然从 LeBron 变成 KCP， 我吓都吓得要死啊！好了，外线这上面就给你了。进去！哇，顿了一下，哇，太夸张了，太过分了！每上必罚，每拔必进。哎呀喂呀，太牛逼啦，太牛逼啦，这游戏太好玩了，哇靠嘞。欸，我过了 LeBron， 完了，我过了 LeBron， 我没想到他从后面追我防啊。哇啊， KCP 又来啦，加挡拆切进去，上篮，好球，可以。哇，你到底是整天放他到底是怎样啦、啊、欸，我可以跟你们保证，我全部都是用贴板，然后就自己就走出去就给人家 LeBron 三分球，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这给你啊，这不进打框是怎样？我锅盖出去啊，不然我干什么？看我用半场压迫，你看我用半场压迫，然后他们走一走自己就突然之间给 LeBron 一个空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真的看不懂他什么意思啊。我要老实讲，我觉得球员智能不足不能怪在我头上，你知道吗？就我自己知道我是顶不过那些大佬出的 啊，包含 LeBron 啊，包含 Anthony Davis 啊，我肯定顶不过他们啊，但是我的球员们没有一个正常人啊。哎，进去里面可以上篮吧，可以上篮吧，可以吧，中距，哎，这中距我想说已经很漂亮了，还是没进。哇，我真的是守不到啊、哦，篮板抓个，篮板抓个，令人绝望的感受呢。有，去开罐，漂亮漂亮。哦，这个转身完了，呼，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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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丽转身，华丽空间，华丽送头啊，干！铁路，哎呀啊，差点可以把这个打进去啊，啊，真是一个恶意犯规啊。耶。不是啊，干啥呢？我已经九个失误，我快大三元了，你知道吗？等等等等，你不要再！为什么他老是在乱换防？我已经输30分了，在我们自家主场输30分，那是会脱裤子的、欸。切入切入切入，可以可以，挺好的。
啊，好啦，我要学习 Devin Booker 的精神啊。当他那一场输爆的时候，他一个人刷70分，我这场我至少刷了30分嘛，好不好？是有没有要守啦？不是啊，我觉得这把非战之罪啊。你看到对面有 Anthony Davis 加 LeBron， 你还想赢？你不要做梦啦，不要做梦，金牌啊，尊重点啊。好球，来，过了过了过了，进去里面开干，好球啊！干，这种球队里面打球真的越打越无奈，你知道吗？好，外线，我这个追踪狙击，他说哇，这 LeBron 真的是48分钟不下线的，哇，完蛋！哦，这个抛球。可恶，怪我不良选择啊！别人都会协防，我的球队都各种不协防的，完蛋，又被插了。哇，啊，插进来啦，太难过了。欸、LeBron 隔着三个人扣的、欸，哎、欸，什么？哎、欸，我给三号位，他就直接传在人家手上。今天要大三元就来大三元嘛，是不是？可惜我今天没大四喜啊，我没有篮板呢、啊。哎、欸。晃过，有，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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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不会再更惨。哇，你怎么就没有人要防守，你知道吗？灌篮啊，好球！哎，我自己保持自己命中率50%多，你们不要再嘴炮了，好不好？我如果篮板抢得动 Anthony Davis， 我也不用在这边混了啦。不枉在太阳队跟你那边嬉皮笑脸。哎，过了过了过了，这总可以进的吧？哇，好，我自己没按好，我的锅我的锅。好 ，Danny Green 在外线，我这挡拆，鬼子挡拆，鬼子飘头。我发觉我以后如果遇到这种强队的话，我就不要自虐了，我就不要名人堂了。不是啊，怎么打呀？哎、欸，外线 ，Rookie Rubio， 越打心越累。这空档放得跟鬼一样，你们，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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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球都不会好好接的，好好掉，真的可以大三元啊，这把可以大三元。哇，他们空间好轻松哦，好像他妈打职业赛，你知道吗？干，哎、欸，我们现在是整个每个队友都好像那个职业电脑，你知道吗？那个为什么可以不拿到球啦？哦哟，为什么要顶着人家头啦？哦，到底是怎样啊？他每次上来就犯规哦，对吧？我不知道怎么打，就是很令人绝望，你知道吗？就是你看这些面包儿外线给他那么多三分球，他从来没有进过一颗球啊！我的妈呀！132-86，我数学不好，我一时之间算不出来，这到底差多少分？至少差50分吧？啊，没有48、40几分啊！哇，他这后仰跳投能进，我遥感吃下来，我跟你讲啊，杜德里很久不见了，三分球联盟前三好的、啊，来呀！哎，今天真的至少大三元嘛？你是可不可以？你是要不要进来？你是不是要进来？那卡梅斯基烂到就是我想给他吃饼都不给吃的，哪有这种人？如果是平常的我啊，我这个时候大概会开喷啊。啊，但问题是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我个人觉得他是以没有道理去喷他，你知道，就是你就看他们就好像一群体制而你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多讲什么，你知道，就很难过啊。哎、欸。你看，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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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火锅，我上去打都不会像他这样打球了，哪有人这样打球的？啊，昆库克，哇！杜兰特后来进去里面如入无人之境啊，那个火锅一个一个来啊！哎、欸，我真的是传不出助攻来了，我整整的五分钟一颗助攻传不出去。好，今天所有分数全部都靠罚球了，我也没差、啊。好 ，KCP， 啊，出来外线打空档，哎、欸，没有人补防，我要切入。可以了吧？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如果那个失误数是我的助攻数，我今天不会打那么难受。到底冲他小啦？好啦，那今天比赛结束啦，137-88，这15个失误把它传换成助攻，应该今天我们也是赢不了啊。所以你们也别怪我啦，这真的不是我啊、哦！我终于有一点投篮条上升了，终于有啊，太难过了吧。
我这边要不要干脆那个空间发起者点到纸牌？我看我点到什么牌你们都没有用啊，因为你们就是群废物，干你打个球嘛，这么累干啥呢？是不是？好啦，那今天影片的话就先到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应该转队啦。我应该要转队了，我觉得我在带太阳队一点前途都没有了。但是就像我说的，今天这支影片突破500个喜欢，我下次我就吃芥末。但是这一集我因为现在还在感冒期间，我不方便做这种事情嘛，对不对？你们先放过我嘛。好了，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突破500喜欢的话，再来下一期的生涯模式。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拜拜。